爸，你糊涂啊！这账我算过，金子重要，儿子更重要。这是一个陷阱，你们都小心点儿，啊！
不过话也说回来，这坏事呢，也能变成好事。不然我姑爷呢，也不会看见通缉令，这警察呢，也不会逮着藏在我身边的王全生。爷儿几个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先放过他这一马。 以后他要是再干出什么伤天害理、丢人现眼的事，别说你们爷儿几个饶不了他，我都饶不了他。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啊？那这几块金包银怎么样？这好办呐，把丑子那块纯金疙瘩和这几块金包银呐，重新放到干锅里炼，炼出来以后呢，你们哥几个呀，每人一份。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好，就这样吧，爸。谢谢大哥，谢谢你们爷几个，谢谢你们饶过我这一回。我一定要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。好了，别这么低三下四的了。 丑子，你记着，以后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，都要把这良心摆正了，把腰杆挺起来。哎，你这才像个老爷们儿吗？
顺子，把叫今儿的口袋拿下来，好，再拿两把镐来。大力哥，袋子拿过来。啊！下来给我。哎，下一把镐。管花你也不要下。啊！你们几个出去。 把镐给我。
是你给游击队送的假情报，还没有截获金砖。你要想证明你的清白，除非你把这八百块金砖找回来，才能证明你是。我爸说过几天就要给我哑巴哥办喜事了，这应该好好祝福他们。哑巴哥也够不容易的，就婚姻这个事儿上受了不少的苦，一次又一次的希望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是啊，真是好人有好报。哎，那咱俩的事儿你总该有个态度啊，不酸不甜，不冷不热的，这算啥呀？我现在的心也随着你姐过上幸福而温暖的生活平静了许多。其实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我之所以还不能承诺你对我的感情，是因为我的现状，我怕我以后会辜负了你对我的一腔热情。凤姐，我想走出大山，走出这个失望和希望并存的地方，去闯一番事业，然后再回来见你。到那时候，我就可以自豪而从容地向你表达我对你的心意。不，我一定要和你一起走出这个大山，走到那个属于你和我的世界。我和你的世界在哪儿？你不知道吗？可是我知道。来，小舅子，你也抽一颗，来。来，老玉凤。哎。咱们来，你们来有事儿啊？有点小事啊。啥事儿？大叔，我要盖房子。多少钱呢？5万吧。妈，合着你一个子儿没有，你盖啥房子呀？那谁呢？大哥，我要娶媳妇儿。啊，好，得多少钱呢？10万吧。啊，先拉倒吧，你一天在那自己挣点去，成天在那村口蹲着，能有钱吗？行啊，大叔知道了。啊啊，好。大爷，我想办一加工厂。那多少钱呢？我初步算了一下，15-16万吧。啥呀，加工厂啊？大爷，我也要借点钱。你借钱干啥呀？我爸住院了。我问你，我昨天看见你爸上山上放羊呢，怎么又住院了？晚上突然之间就进医院了，说要换个肾。那不换个肾多少钱呢？也得10多万。说10多万呢？对，五爷。哎，那我也想借点钱。你年轻轻的借钱干啥？那个想嫁人，要你嫁上。你找到对象了吗？有。那不嫁人就是。拉倒，对象都没有。有。你有对象了吗？真有，前几天。行了，我知道乡亲们的意思了啊。大家能来管我田友借钱，那说明你们给我面子，瞧得起我。
但是乡里乡亲的呢，我也不能跟你们讲假话，啊，我也不是驳你们面子，但是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，我现在手头上没有那么多现金，真的没有。田大哥，你在金鸡屯大山里不找到800块金砖吗？对呀，是啊，是。找到800块金砖的不假，你们不也都看见了吗？金砖叫国家拉走了，入了国家的银行了。那得花钱呢，国家不能奖励吗？对对对对，他们说给我奖励了，但是说给我多少，什么时候给我，这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等国家真的要是给了我奖金了，我一定借给大家，没有多那还没有少吗？都乡里乡亲的。哎呀，行了吧，你别啥活都来。闭嘴！你有钱，大叔，你说话算数吗？我当着我孙子说的话，我能不算数吗？我。那好，咱们大家伙回去等着吧。走走走走走。走来周叔说：“等哑巴哥前面前两天，他一定赶到，还说再带几个人来。”带谁呀？他没说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
看。黄金万两！
喧天，鞭炮齐鸣。今天是我们李蜀沟村的大喜日子，大家肯定要问，是什么大喜日子呢？是我们老田家娶了两房媳妇儿，你们说是不是大喜日子？大家高不高兴？高兴！哎，胡子，说得好！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第一对新人入场。新娘出来了，好，欢迎！新娘美不美？美！当官帅不帅？帅！拍灯笼，还有一对呢。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第二对新人入场。大力，老师的体型。请两对新人走到中间来。向后转。天地，好，校准，二拜高堂，哎，还有夫妻对拜，夫妻对拜，哎，说两句吧，不说了，说。唐总总，高兴吗？说明高兴啊！好，现在各位老乡亲、老少爷们儿，入席。放音乐。好，吃饭了，爹。哎，好。